燕赤霞，诸葛刘云，你们是来为司马三娘报仇的吗？刘云，冷静，他敢挑起我们的仇恨之心，跟他一样成魔。七爷，你还记得被你杀的人的最后一句话吗？如果你坚决要成魔的话，你一定会后悔，为什么要逼自己走入绝境？可怜的七爷哥哥，我们这次来不是要报仇，而是为了完成他们的遗愿。要是你还不回头，我跟师父就要把你从魔道中解脱出来。解脱？遗愿？回头？我七爷今天所有的一切都是拜你们第一正道玄心正宗所赐。玄心门人，把守天罗散阵，绝不能让魔光外泄，使得苍生成魔。玄心四将刘云，跟我来。修罗恶鬼，我是刘云，你不是很爱你们圣君吗？不要重他一错再错，跟我静坐运气，我用正气压下你们的魔心，或许你们可以恢复本来的面目。圣君，把他杀了。再见，修罗恶鬼。怎么样，看着朋友死去心很痛，很想复仇吗？那你就成魔吧，成魔以后你就可以肆意的复仇，但心却不会痛。心吧，燕赤霞，道校魔掌魔高万丈，天魔冲击煞即将完成，倒是天魔下凡，跟我合而为一，我即是魔，魔即是我，魔即借我的身体传遍人间的每个角落，就算你的功力再强，也逃不过成魔的结局，因为心魔已经存在于每个人的心中。谁说世人心中都有魔？本座的心里就只有正气。金光，你疯了，快点躲开啊，否则在魔光的照射之下你会变成魔的。混账，本座一生忠于玄心正宗，以替天行道守正辟邪为己任，
所以本座做的都是人间正道，心中绝对无魔。况且我已练好了玄心奥妙诀，今天就是我为玄心正宗完成使命的大日子。怎么会这样？因为玄心奥妙诀不是妖魔能用的功夫。你说什么？你早已成魔了。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。贪嗔恨痴哪样你是没有的？不可能。你给我好好的活着，慢慢享受这残酷的事实吧。不可能。活着是我给你的惩罚，人间是我给你的地狱。绝不可能，绝不可能。天魔星和七煞星相冲，天魔妖光是最猛烈的时刻，绝对不能再让七爷将魔光引来。凌云，我们一定要和他拼了！来。你是？我是殷红叶。是白发红叶还是黑发红叶？永远就这么一个殷红叶。七爷，你的七世宿命由无泪之城开始，今天也要在无泪之城结束。我的命运不用你们做主。难道你就可以做主吗？你只是个甘心屈服于宿命的可怜人。你们可知道你们此刻的命运被谁所掌握着？是以天魔妖矿著称，但已经一点魔气都没了，因为他们已经被无泪之城的亡魂净化。你还记不记得诸葛无为、素天心，还有小雪？丹江，你不喜欢看人流眼泪，我就偏偏哭给你看，来杀我！我只希望你能给那四个年轻人一个创造命运的机会。可以让他们离开这个充满悲哀的无泪之城，所有的恩还有怨就由我来赎罪吧。莫邪融为一体，就是希望你忘记仇恨。
伸手，可不可以再送你一个猫给我？师妹，告诉我，怎么才能救活你？啊，告诉我。不要，师妹，不要。师兄，你给我一个最后，只属于我们两个人的梦给我。好，我带你去你最想去的地方。心告诉我的。我们是从这里开始的。是啊。师兄，我真是笨，原来一直有个这么爱我的人在我身边。燕红烟和诸葛流云应该是一对。舍不得你，我更舍不得你，因为你是我一生中最爱的人。你还记不记得在梦境里你答应过我什么？记得，好好的活下去。20年后的元宵节，在这里不见不散。今生是第一世，来生是第二世，我们以后要生生世世永远不分不离，你愿不愿意接受我？我愿意。
经成魔，你为什么还来见我？你没有成魔，你还有着人的心，人的感情，你还是我心里的七夜哥哥。我心里知道，当所有的人都针对我，都对付我的时候，只有你一直都那么坚持。不，所有的事情都是我当初太任性，硬要到人间寻找真爱。如果我一直留在魔宫，小倩，这就是我们的宿命。从一开始，我们的命运就操纵在别人的手里。本来你离开魔宫，到人间寻找真爱，我是应该接受的。但谁知道，这一切都操纵在太后的手里。金光的贪婪，让我们三个人都走到了绝境。更可惜的是，我竟是一个分辨不清是非的人。我让太多不应该发生的事情都让它发生了。小倩，你跟彩臣之间的爱才是至死不渝的，相信我，一定要坚持下去。七夜哥哥，七夜，别伤害小倩。对不起，彩臣，我一次又一次的伤害你，全都是我这个做哥哥的不对。你可以原谅我。你能不能叫我一声哥哥？哥哥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彩臣。你们还记得刘云给我们的那个梦吗？如果那个梦是真的，可以不用醒来，那一切的一切都不会发生。
我们捉迷藏的日子。信了，看我对你们使出玄心奥妙诀！啊！啊！啊！让我再打一场，让我再打你一场，我还要再打你一场，不行，我一定要再打一场。书生，你去哪？我答应小倩一个诺言，我带她去实践。
还是这么蓝，云还是这么潇洒，我的离开并不会带走你的世界，所以你不应该哭。但是当我们的命运开始纠缠的那一刻，属于宁采臣的世界已经消失了，只有宁采臣和聂小倩才是个完整的天地。如果只有宁采臣，那么这不过是无止境的痛苦还有孤独。如果真的有来生，有人说求求你不要再让小倩遇到我，更不要让她爱上我，就让她平平静静度过来世，心中再也不会出现宁采臣，就让我们的故事永远埋在宁采臣心中，刻骨铭心，这样就够了。我不顾一切让世傻书生，要是不会再遇上你，我也不要有来世了。人生的结局不相聚就是分离，也总算留下了相全世界都在等着我看着你。京城一路跟到这里不烦吗？出来，参见宗主。下跪人了，起来，快起来，起来呀。是宗主。玄心正宗哪来那么多猪头门人呢、啊、都给我滚回去，在这丢我诸葛流云的脸。宗主，这是圣上的旨意，圣上派你这一走就是数年不肯回来。我走又怎么样？皇帝老子留得住我吗？你们留得住我吗？圣上说如果我们让你跑了，一定会怪玄心正宗的。求宗主护全的大局，立即返回京师为要。动不动就叫我护全大局，不让我做自己的事。别争别抢啊！哎，你还没付钱呢、啊！哎，别抢别抢！哎，你再抢我要翻脸了啊！哎，你别动我的东西啊，别偷我的福啊！哎，你还没付钱呢、啊！哎，别抢别抢别抢了！这些啊是我胭脂侠前缀限量版的灵验姻缘符啊！别抢啊！哎，小子，你拿了符还没给钱呢、啊！好了啊！哎，走了走了走了！哎，走吧，别挤呀、啊！哎呀，我徒弟到现在还没到，一个人怎么解那么多签呢、啊哎？师傅。排队排队、嗯、师傅对不起我来迟了。哎呀，你每一次迟到就只会说这一句，你快点帮我的忙画符、哦、我还要帮他们解签呢，想累死我呀。别生气别生气啊，吃香蕉等下再吃吧。哎，去那边排队排队啊，排队排队。限量版要画多少张啊？哎呀，当然是越多越好啊、哦、你快点帮我画符，我还要过去解签呢、哦啊好，下个月就有了，耐心的等吧。啊，你是问姻缘的，今年贵庚了啊？你是姻缘的，我看要到三月初才有吧。嗯，对对对。师傅师傅啊，快回去耐心的等一阵子吧。好，谢谢、啊、你是问夫君的前程啊？是啊，还不错啊。哎呀，做点事儿就累成这样啊，
这几年你当宗主一定是养尊处优，如果每年呢多几个元宵节，三年后应该就赚够了。当初啊，我把这月老庙买下来还真是没买错。哎，你呀还当什么玄心正宗的宗主啊，啊过来帮我的忙不是更好吗？当日皇上坚持要你回来当宗主，不是我顶替你，你以为你可以在这安安乐乐做你的快乐庙祝啊？哎，我老了还当什么宗主啊。哎呀，保家卫国除魔卫道是该交给年轻人的，我在游戏人间几年就去找三娘和红叶了。哎，我去关门，你呢就在这儿休息一会儿啊。嗯，这儿呢，这里香火这么盛，两三个月月老牌就挂满了。哎，所以我就扔掉一些，把空位留出来给其他的香客。哎，当然了，这几个呢我都还一直啊帮你们留着呢。这个是彩臣写给小倩的，这个呢是你写给红叶的，这个红叶写给你的，这个呢是你和红叶一块写的，那这个呢就是小倩写给彩臣的了啊，全交给你了啊。哎，你怎么样啊，找到好姑娘没有？那么多姑娘追我，我一时不知道怎么选择。你不用再装了，要成亲的话早就成亲了，还等到这个时候啊？你呀就跟那个书虫一样，心里面早就已经有人了。哎，对了，有没有见到书虫啊？嗯，找了好几年了，日出山城南国小镇全都找过了，就是找不到他。放心吧，书虫他不会死的，他也是跟你一样等着这20年后不见不散的约会。只是啊，只是我怕你们希望越大失望会越大。绝对不会，红叶跟小倩绝对不会骗我们。刘云，殷大侠。哎，主上，哇，想死我了，想死我了，哇，哎，想死我了。当了宗主还像个大孩子似的，外面那些人被设了定身咒，一定是你的杰作。谁让他们那么烦呢？活该受罪。你老了不少，20年了，能像以前那么年轻吗？哎呀，男人呐，年纪大一点才有味道啊。嗯，林大侠，哎，你看看我不是活生生的例子吗？啊，不用介意，不用介意。对了，这段日子你也跑到哪儿去了？刘云到处找你都找不到啊。我也没去什么地方，以前去过的地方再走了一趟，喜欢就住下来，正好没遇上刘宇。对了，时间差不多了。对了，要是错过20年的约会，后悔一生也补偿不了。师父，你去不去？哎，我不去了，你们去吧，我还是留在月老庙喝酒好了。哎，你们记住哦，不论结果怎么样，你们都要冷静地面对，知道吗？啊，哎，走吧。老啊，月老，哎呀，他们两个是天下最深情的傻小子，求求你保佑他们，给他们一个奇迹，别让他们这20年的光阴都白等了。哎呀，月老啊，月老，求求你吧，让他们这20年的光阴不要白等，给他们一个奇迹啊。我真等了20年，终于让我等到了今天。元宵佳节，月老镇不见不散。
从一两次在梦里都是这么跟我说的，是不是？这里的花生真是好吃，别光顾着吃啊。哎，你们看到都已经三个时辰了，一定会出现的，我知道他一定会出现的。你看了三个时辰看够了没啊？要不要我送你一张符啊？放心吧，他一定会出现的，一定会出现的。刘云，嗯，你说他们投胎转世会不会还是那个样子？一样，当然一样了，一定不会变的。对，一定是一样，一定不会变。干嘛老给我花生吃啊？啊，刚才不是你说好吃吗？哎，别吃了，注意看啊。刘云兄，嗯，我最近看近的看得不是很清楚。哎，我也看不清楚，不过我是远的看不清楚。是吗？嗯。哎，刘云兄，不行了，用符吧。啊，第一个时辰你就该这么说了。哎，记不记得我给你那张符？实不相瞒，我已经收藏20年了。好兄弟，事不宜迟，我们就来吧。这样慢慢看才看得清楚嘛。是啊是啊。认错人了。